你能接受异地恋吗？接受不了一点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男人就像是蓝牙，你只要放他走远了，他就会连接其他的设备。那你要那么说，那女的不也是吗？妈呀，那可不一样。女人吧，就好比 WiFi，就算周围有很多设备，她也会连接最强的那一个。那有啥区别？哎，亲妈，区别可大了，一个是吃饱就行，一个是得吃好，是不？说的对。嘉哥，能预支一下下个月工资吗？我上周不刚给你预支3500吗？那不是花没了吗？干啥呀？一周花3500啊？那我朋友过生日啊。那这朋友指定关系不错，买啥呀？花3500送啥呀？我就送的是花。啥花啊？花3500块钱呢？那晚上，那我不得住外头吗？要不说你是懂花钱的，钱都花刀刃上。但是咱说搁哪嘎住啊？3500啊？住的贵宾 ICU 啊？能接到成吗？不行，那有点难看啊，素颜。妈，你还嫌人家素颜难看，人还没嫌你没钱呢，真的是。我跟你说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你最后你会发现，人家素颜难看，人家可以化妆，但是你要没钱，那就真没钱。有道理。嘉禾。你说话还这么损啊？哼，托你的福，口才越来越好了。不，这两年你过得好吗？我要说我过得好的话，你不会问我借钱吧？你对我怎么没有什么好印象呢？你把好去掉，我对你就没什么印象。这两年感情路上顺不？顺啊，一路上都没啥人。没谈恋爱啊？不是，你要干啥呀？你做市场调研呢？我一直关注你抖音呢，你这还那性格啊，没变。不是，你到底想说啥？我也一直单着呢。嘉禾，我俩吧。打住！我其实一直没有忘记你，我还爱着你呢。爱来自心脏，不是口腔。你这你提了个臭嘴，逮谁爱谁，真的是。自从住你心里，我发现了，那是个小区呀、啊，那不光住着我自己，还有老多邻居了。你说你这么丑，我都能掉入你的鱼塘。发现我不是一条鱼呀，我是虾呀。但我现在眼睛治好了，我现在像明镜似的。你不用拿我当250了，我不可能再重蹈覆辙了啊！你有没有事儿？你要没有事儿，你走呗啊！祝你寿比昙花，以后遇到我尽量绕行，行不行？尽量绕行啊！你好，服务员。哎，你好，女士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我好像多88块钱，那这点的啥呀？这是？你好，女士，这个是器皿清洗费。啥意思？啊，是这样的，你开这个红酒了，我们就要收取这个器皿清洗费。不是，那你咋不早说呢？再说合理吗？这项收费呀、啊？那咋的？我不来，你们不刷杯呀、啊？不好意思，这是酒店要求的，您这边使用了就得付费。酒店要求的？哎呀妈呀，那我在这吃饭又不用把你们今天房租交了？啊，这个不用。交了吧，比响银行快。高档餐厅是给顾客提供更好的用餐环境、服务和质量，不是你们借着说高端这两个字，完就不合理的收费呀、啊！啊，那女士，这个我做不了主啊。也是，你也是工作人员，你也是按规矩行事，没办法，我也不能难为你。你这么的吧，我不用你洗，我个儿去洗去。啊，不是，女士，那个女士。每逢佳节倍思亲呢。嗯。啥节呀？情人节。你那是贝斯亲吗？你那是文欢遗香了。那打扮打扮呢？你瞅你造的，那谁能相中你呀？一天穿的跟我姥似的。电视剧《狂飙》看没看？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？啊，有气质、有内涵的才能做大嫂，袒胸露乳露背的那种只适合上白金汉上班去，明白不 ？OK 不 OK？ 谈笑不谈。我决定了。我租个档口卖鱼。哎，你怎么后反劲儿呢？哎，看那个世界杯7天吧，要上那卡塔尔去打工去。哎，我还看看电视剧，要上档口去卖鱼去了。哎，间歇性的踌躇满志，持续性的混吃等死，是吧？我悟了。你又悟了？你又悟啥了？没有物质的爱情是盘沙，那不用风吹，走两步散了。妈，那是你悟的吗？还沙呢？你那都是沙漏，老弟。那存款300块钱，交医保都差50。哎呦我的妈！
精神层面的生活呢？有毛病的都。啊哎，你好，办事儿、那上楼缴费吧。哦，楼上是吧？嗯。缴费的。那个身份证复印件呢？身份证复印，那附近有身份证复印的地方是吧？啊，去吧。嗯。哎，身份证复印件，那个缴费单。啊，你那申请表呢？啥申请表啊？你这门口填的啊。复印件、申请表、缴费单。啊。那个街道证明呢？还要街道证明？啊！你刚才没说呀？身份证、户口本，完了毕业证，还有那个街道证明申请表，收据啥都搁这儿呢。这事儿办不了了啊！这事为啥办不了了？中午休息了。中午几点休息啊？11:30呢？这才11:25吗？下午再来吧啊。Later。哎呀，你这个不在我们这儿办啊，你得回你户口所在地办理。那你上午的时候你为啥不告诉我呀？你也没问呢。那你是干啥的？你是工作人员，那需要啥不都得跟我们说清楚吗？那我都跟你说了啊，回户口所在地办。你还有事儿没？有事儿。不是你们都这工作态度吗？现在像个院总似的，多一句话都不能说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你身上没装 GPS， 你是不是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呀？你是为人民服务的，你不是给人民添堵的。你就这个工作态度，要不行你别干了。你干啥呀？这不让录像啊！我录什么像？我录像啊！你是网红，你是明星啊！我还录你？不是，那你拿手机干啥呀？我投诉你，属螺丝的欠你什么工作态度？你快点回火星吧，地球是很危险的。如何看待松弛椅？那屁股也不长痘，也不出油。咱说这脸天天洗，还没有屁股皮肤好。哪个环节出问题了？你搁那脸上套个裤衩子试试。行，双十一给我也买点面膜，我也保养保养。再一个是优惠券，是还有定金满减啥的。再一个姐这玩意儿咋整省钱呢？不买最省钱。那才说，那马某人多厉害呀，硬生生把光棍节变成了购物节。哎呀，这本质上没啥区别，光棍节吧是为了提醒你丑，双十一是为了提醒你穷。要我就不爱跟你唠嗑，真累挺，不行不买了，剁手呗。妈，人家剁手了，你能剁手吗？咋的呢？你的手不还得留着搬砖呢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你身上有点意思啊，那男人吧，他叫男神，你说死神。都死了他还叫什么神呢？你说呀，他为啥不叫妈叫死鬼？那不你吗？死鬼他也不庄重啊。你说对，还有一个，你说天上的吧都叫神仙，为啥海里头的都叫王？什么龙王啊海王啊，为啥那能叫海鲜吗？那海鲜那不烧菜了吗？那不对，都给造了。哎呦我的妈。那你说啊，人中国跟外国就不一样，外国的神仙呢他是趴着飞，中国的神仙呢他站着飞。那你这么说，你这咱中国呢，人裤衩还穿里，你外国人裤衩穿外头。谁呢？你穿谁？超人吗？不是，你怎么你唠嗑你喝点酒你怎么不唠人间的嗑了呢？啊，超人，我想当超人。哎，有个停车位啊，我给你站着呢，没事你就来吧，挂了啊。Later。哎，你让我上车，你让一下呗，我想停这儿。你走吧，停别的地方去吧，这车位我站了，一会儿我家车来了。不是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搁这边绕一圈了，完没有地方，我着急上楼办事去，我一会儿下来也快，你先让我停呗，完等你家车来了，你看看有没有地方啥的。你知不知道先来后到啊？啊，是你是先来的，但是你车不没来吗？你人站着呢。你讲不讲道理啊？我不搁这站着呢吗？是你人家磨磨唧唧的有病啊！我怎么的？你有药师资格证啊？你说谁有病就有病？这边停车位本身就紧张，再说了，停车位这不是停尸房，不是让你停人的。不是你怎么说话呢？我怎么说话呢？那站着茅坑不拉屎还不让人说吗？让不了啊！有本事停我身上啊！我天，你可真讲理，这你说的啊，你真拿这当停尸房了啊？行。哎，不是。
不是你啥意思啊？我啥意思？过江龙玉下山虎，社会可不由你做主。我这车啊，行车记录仪、附近监控啥都有。我一会儿下来，我这车要有一点剐蹭，你看我讹不讹你就完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你这个人，你说你那嘴一天那么损招，是不是也多呀？帮个忙。放屁是很爽，但是你家里人有没有告诉你能憋住也算一种礼貌？说谁损呢？我就是想让你帮我出谋划策。我这人吧，就爱见义勇为。我就是吧，想跟我女朋友分手，但又不想被骂成渣男，你说咋整啊？你不搭理他呗。不搭理他，肯定被骂成渣男的，那不冷暴力吗？那你就热暴力。热暴力啥意思啊？没啥事就给他打电话，一天打800来个，他越不方便的时候越给他打，10分钟一个电话，半小时一条视频，要不上一周他就烦了。我是牛逼呀、啊！你等会儿，你俩拥啥呀？人家又咋惹你了啊？不是，我发现你真是光膀穿毛衣，你都扎透了你。你说你草包肚、螺旋腿、弯弯胳膊、月牙嘴的，一个月3000块钱工资，外貌不行，物质不行，这不行那不行的。你说你还挑三拣四，你还要跟人家分手了？你想好了吗？你真不处了？我跟你说，老弟，你这条件可不是特别好找啊。没啥大事的话，你就将就处吧。我感觉呀，不分了，钱给我。早晚不分钱给你啊？那你咋？我免费给你上课来了，我不收课时费呀、啊！起开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新来的呀？啊，你好，多关照啊，以后。必须的呀，没问题啊！哎，帮我复印个文件呗。啊，没问题啊。来，给打完了啊。不是，打两面啊，单张多费纸啊。知道了，重新打呀。不是，重新打不够费纸吗？这老板要求的，你哪那么多废话呢？你手打了吗？没打的呀。没咋的，你不会自己打呀？这新人脾气还挺大，你知道我跟谁混的不？跟谁混的能咋的？你给我踢人呢？太监还跟皇上混呢，有个气儿用啊。我告诉你，是龙你给我握着，是虎你给我盘着，大家都是来打工的，都拿一样的工资，你知道吧？别跟我在这整什么大小王这一套，明白不？说话。明白了。我不喜欢别人动我手机，太粘人的和我不配，太拜金的和我也不配，太吝啬的跟我更不配了啊！孝顺很重要，结婚后啊，又听我的话，也要听我妈的话。等，那个，你说这些吧。好像有道理，但不知道为啥就从那我跟你说，我这要求都不是很高的，还不是很不。我给你总结一下啊，动你手机的和你不配，太拜金的和你不配，太吝啬的和你不配，不听你话的和你不配，不听你妈话的跟你还不配。不，你来干啥来了？来配来了？你是种猪啊？粗鲁不文雅的和我不配。哎呦，我粗鲁了，我不文雅跟你又不配。这么的吧，唠点文雅的。你知道人生四大喜是啥吗？哎呦，当然知道了。久旱逢甘露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那你知道啥叫四大悲吗？四大悲啥呀？所谓四大悲就是端汤洒一怀，尿尿滋一鞋，拉屎抠破纸，放屁崩出屎。我外加一项，就是碰到你这个种族。你粗鲁，太粗鲁了。你一个月3500块钱，你连个对象你都没有，你买 iPhone 14有啥意义呀？你给谁打呀？我想换个 iPhone 14 Pro Max 灭霸子 1TB。哎呦我的妈！小弟，上学时候公式要这么长的话，你肯定都记不住。一夜之间，我的 iPhone 5都低人9等了，我怎么能不买？你给我个不买 iPhone 14的理由。你没腰子了。再一个老弟，那四吧，它不吉利吗？你不平时挺迷信的吗？你走算啥的？一个月3500块钱的选手，真的是买个纯棉的裤衩子都得分期的主，那家伙哪来的底气？你还要换 iPhone 14了？我看就你用手机都多余，就以你的经济实力啊，你可以考虑换个座机。不是你能不买给我吗？哎，你就这么的呗，我不是换14了吗？我把13给你。
你真好。你又十三，我又十四，咱俩一三一四。哎呦我去了，真的双 Q 了，我的妈！我不是跟薛文南分手了吗？这纹身洗三回了，洗不掉啊！我这要再处对象，人问我咋说呀？你没看那个抖音上有一个女的，她也是，她纹的她前任，她纹的她之前对象名是 CYX， 完了后来分手了，她说她自己是那个张艺兴的粉丝。对哈，哎，这靠谱啊！那姐你帮我想想呗，哪明星是 XWN 呢？想想啊 ，later 不一定非得是人名，也不一定非得是明星，也可以是就是信仰是吧？或者是什么有意义的话什么的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星心无能，不是？那你俩这回为啥分手啊？不知道啊，我觉得没啥就分手了，以前也总吵架。你没分手啊？谁知道他这会儿犯啥病呢？老弟，你看啊，假设你吃包子，你吃到第四个的时候你饱了，是第四个包子的功劳吗？是哈，姐，我也觉得吃饱撑的啊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这是二月二剪头了？不是，跟二月二有啥关系啊，姐？没救了！我说你没救，没救了！就你这情商真的没救。啊，起来吧啊！给我点的。是。啊，谢谢。那我直接问了哈。问吧。那个有车吗？有房吗？我在二环边上有一栋。我在二环里边有两套呢。不是，我说的是一栋。那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吗？啊，我对你不是大姨啊。那个，你姑娘咋没来呢呀？我有那么显老吗？你瞅你长得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的。妈，房子卖你治治眼睛嘛，你点玻璃体浑浊啊你！哎呦我的妈！去给我买盒华子，我嘴里没味儿。妈，你一张嘴，教练，你一张嘴我都闻着一股味儿，还你嘴里没味儿。再说五块钱能买啥华子呀？松花牙膏啊？你要刷牙呀？没事了，认车吧，啊。嗯。又压线了，看着点儿啊。那说多少遍了，脸上两个灯泡挺老大的，那也不亮啊，看着点儿。你瞅我干啥呢呀？看后视镜。咋又熄火了呢呀？那我二舅脑血栓，那腿都比你那好使，咋的不吃劲儿啊？来，再来一遍，打火。打火呀、啊！你不会好好说话呀？你大早上吃二踢脚了？你听没听过一句话，没有笨学生，只有坏老师。我话就非上你这来听你恨的来了。说白了，你是为我服务的，你是分不清大小王了，肚脐眼长后背上，你反了你了呢？不是 你什么你呀、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没人管你的臭毛病，你能不能教？不能教换个人。哎呀，你看看你咋还？你往后点，挺大个猪腰脸，耽误看后视镜了。我下车帮你指挥啊，给你看着点啊。这脾气可真大！来来来来来啊，往后倒，哎，倒慢点慢点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慢慢倒啊，慢慢倒，不着急不着急，哎，好嘞，哎，来回正回正，慢慢回慢慢回，哎。我听听怕啥的呀？这他照片啊，老弟，你搁哪儿认识九萌的？就是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嘛，挺好的，我感觉。这颜值真的，老弟，你别说烫成一品了、啊，你就砸锅卖铁卖血，你都给他买捏镜子。嗯、啊。真拿自己当西施了，长得不好看，像西施似的。老妹儿啊，我是他姐，你就你这颜值，真的，你就放在古代能换边疆三百年战乱，看你脸的汤泡饭都品不下去了，还烫成一品呢。我看颐和新村的项目不错，你要不要和麦子里一起做？你干啥呀，姐？干啥呀？那我朋友……那你咋的？你还能跟他处啊？你就这样式的，汤成一品，真是的。老弟，我告诉你，你自己，我自己买不起 LV， 我是不会问别人要香奈儿的。对呀。这叫价值等同，你自身优秀了，哎，别人愿意为你付出，这是你有价值。你自己你都买不起，你问别人要，这叫掉价，你知道吗？张嘴就汤成一品，你告诉他远点扇着啊，咱家就我这一个祖宗了，再来一个放屁，扣边，拿走。还有谁？哎呀，哎呀，老同学，好久不见呐！哎呀，嘉哥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哎、越来越富态了哈、啊哎。主要是胖了。啊，这头发也。打薄了是吧？啊，就是
工作忙啊，这有点谢顶了，谢顶了。忙点好，忙点好啊，忙点好。最近生意做得很大呀，听说哈。哎呀，这瞎忙呗。哎，你呢？你做啥呢呀？哎呦，我这跟你比，属于还在基层呢。那你还那么幽默啊？哎，怎么样？家里还怎么样？就是老婆孩子还挺好的吗？啊，那个我们分开了。那当初不也是感觉年纪到了就结婚了嘛？那后来他在家照顾孩子。啊。哎，我生意也忙，他不理解。这是价值观不一样了啊！明白了、哎呀，不说这么多了哈。那个说你吧，你咋样啊？我还那样呗，就。哎不，其实这次啊，我找你来吧，是有求于你啊。哎呀妈呀，你这么大的老板还能有求于我？你那不会问我借钱吧？啊，那个给我介绍个对象。你借多少？10万。你想找个啥样的？那个年轻漂亮懂事的。卡号发我吧。哎，你咋就给我转10块呢？我给你转的呢是我这杯茶水钱啊，800年不联系，一联系就问我借钱，你肚脐眼子放屁，你咋想的？不是我，还让我给你介绍对象，你也不看看你满脸的黄褐斑，真的，你还要找个年轻的了。你也不撒泡尿照着你自己那800平的发际线，你还要找一个漂亮的了？天天在家里给你相夫教子呢，你都过不来，你还要找个懂事的了？我小天就看你不咋地着呢，怎么这现在还这样的破烂？不是你咋的跟粑粑似的？